好看吗？你家住哪儿啊？你打听这干嘛呀？他就是程车老子。这是一场事故，这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事故，但是我们特别高兴，它发生了。昨天晚上我玻璃是不是你碎的？走啊，跑啊！不需要回答。哇！我拿我当了。金箍流。为了我们的青春，傻逼，安静点，就要去干杯。鸡的方式是吗？是鸡的方式，鸡的方式，我他妈不懂。那一刻，如果它是植物，我的眼光就是植物。我要滋润的它发光发亮。真是变态，你别这么骗自己了。女人太可怕，我要用尽我的万种方法让她在将来内心无法安宁。